欢迎欢迎，导演好，大家好。首先来替这一群都是非常幸运的，今天在台北第一次要公开播放他们抢到票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来打一声招呼好吗？各位新朋友、老朋友，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晚上。那也希望大家喜欢这个电影，支持这个电影。谢谢。翻译的辛苦的工作同仁们，来我的。好。네안녕하세요쇼입니다。大家好，我是何志远。이렇게많이팬분들와주셔서정말눈물날것같아요。这么多的粉丝到场支持，我快要哭了。정말감독님그리고여기계신배우분들도더많은배우분들이계신데함께하지못했는데요정말열심히영화재밌게잘찍었으니까여러분들영화많이많이사랑해주시고저는영화에서레인킬러역을맡았는데요네여러분영화재밌게보시고이렇게많이와주셔서너무감사드립니다到场呢，我们的导演，还有这个我们要一起合作的演员，还有很多的演员都没有办法在现场跟我们一起再跟大家见面。我们拍戏非常的认真，而且是拍戏的时候非常非常开心。我在戏中呢是饰演女杀手，叫做子瑜。我拍的时候非常非常有趣，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谢谢你们。好，我们欢迎包括了飞侠，包括了奈奈美，也来跟我们打声招呼。大家好，我是影帝奈奈美。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在电影里扮演的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年轻人家。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电影剧本，谢谢大家。哇，很厉害哦，这是中文。对于中文呢，他也有在研读的部分哦。好，我们也要欢迎飞侠，这一次也加入了我们演出的行列。大家好，我是吴飞侠。It's very nice to be here tonight, and I hope you enjoy our film. And it's very nice to be in Taipei too. 非常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部电影哦，然后也是跟爸爸的再一次的合作。所以导演，在我们即将要来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心情再来跟大家说说？因为把这一部片子是带来了台北这个你也非常熟悉的城市哦，现在此刻的心情呢？好像回家看到老朋友这样的感觉，要好久好久没有带着一个电影来跟大家见面了。那这个追捕其实在开拍的当初是为了像我一位最尊敬的一个日本演员高仓健先生即兴的一个电影，这个已经重拍，他1970年代的一个同名的也是叫追捕的一个电影，是。那但是这个故事的所有情节所有人物都全部都有一个很创新的一个设计的。那么这个电影最不一样的特色的是，我们戏里面我第一次拍了两个美丽的女杀手啊，一个何志远，一个吴飞侠还有一个小糊涂，但是很精明的一个感叹的，是。所以这个他们都有非常精彩的演出的。那么也是第一次有女性在我身上里面在我戏里面拿的小枪的还有也蛮精彩的，是。我拍开幕的时候好像感觉我在拍周一凡一样，是有那种帅劲在当中哦。所以刚才导演也提到了，除了大家所熟悉的一些属于舞蹈的元素会在影片当中之外哦，难得看到的是女杀手，而且他们呢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个狠劲也不输周润发哦，不输那些非常厉害的小马哥哦。所以即将要来播映之前，我们会有个大合照的部分，让大家可以留下非常美丽的回忆哦。这也是在台湾，在台北第一次正式的对大家正式放映，这是非常棒的一个 moment。 所以我邀请四位可以来到我们的第一排这边好吗？我们先坐下来，然后后面有加油版的，有很漂亮的海报的，灯牌的请帮我举高，两边都看得到哦，因为我们是个广角的镜头，所以每个人。